大家好，今天分享一个培根南瓜营养沙拉。锅里多加点水，蒸15分钟。去这个籽，去籽，马上搁到水里，以免氧化变黑。放点盐，保持苹果翠绿，以免变黑。小南瓜出炉啦，看一看是否熟透。熟透了，少量的色拉油放入五花肉、牛肉、鸡肉都可以，用慢火炒至金黄，加点生抽增加甜香味儿，用慢火煸炒成培根，来点孜然增加烧烤味儿，把油弄净，黄瓜的水转进，苹果弄进水。放入培根，沙拉酱，来点胡椒粉，西餐味儿浓浓的，来点鸡粉增加香度，拌好拌透，拌好了尝一尝，看看有没有料不足的。味道正好，装进漂亮的盘子里，增加食欲。一道非常好吃的培根南瓜沙拉做好了，甜香爽口，色彩艳丽，做法又非常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快点来吧。